2013年7月27号，喝得太多，回来就睡了。早晨6点又醒了，恶心想吐，也忍到了9点多没吐。12点赶到绿饭馆就开始画 dumb。这个伦敦小伙子被我一口气画到了2点多。吃完炸鱼坐在路边就睡着了，其实是累得抬不起了头，而且胸中犯恶心。Do we want our independence controlled by us, or do we not? Do we want a part in the world? Do we want? 3点，老板 Justin 牵狗而来，像是中美洲西印度群岛的人，肤色像印度人。我把他画得有点像马拉多纳了。说好明天上午去他家看看，拍点他和老婆 Finny 和狗的故事。他老婆 Finny 很好玩，爱尔兰美国人，家中排行第11，也就是说他上面有10个兄弟姐妹，都抽烟。他从10岁就学着哥哥姐的样子抽烟，到现在估计他30多岁，不要孩子。他说他看到了太多的孩子，他有30多个侄女、侄女、侄儿什么的。每年圣诞节，全家有80多人聚餐，都是他老公做饭。他姐姐还说：“嘿 ，Justin， 你操了我妹妹，你是不是还要操我呀？”好可爱的一家人。